要走吗？我没走，我就说跟你混混。对，你要走了，现在走。我现在到点了，我还能再混几分钟，来先坐在这儿聊两分钟。聊呗，就是。你刚才半钟脚了，所以呢，谈谈心，没，不谈正事儿。好吧，好的，都是不正经的事儿，正经。天下有什么正经事儿？正经事儿都不能正经说，是不正经的事儿。正确，你说的正确，正经事儿真的不能正经说。是谁呀？是老舍还是谁？闻一多呀，是闻一多吗？知道。正经事儿不能正经说，不正经的事儿要正经说。那咱们是不是正经不正经都不正经？搞不清楚，搞不清楚，得稀里糊涂才行。对。那谈点什么不正经的事儿吧。你正在录啊？我正在录。好，没关系。我去把门关。你的声音好听。把门关。嗯。关门。关门。关门。关起门来打狗，堵住笼子抓鸡。今天下午去downtown Palo Alto玩了一下，好看，太好了，好看。要给自己浪费时间。时间浪费到自己身上是对自己的真实，才是对自己最真实的一个，是对自己的珍惜，对吧？当然。无缘无故的浪费时间和图财害命没有什么两样。咱平常也不能图财害命，做了一辈子好人，图财害命，害自己一回吧，害自己一回吧。好不容易才害自己一回。哎，常常呢，做你的小书呢，不做他们的 life cycle， 嗯，好了，你就觉得有一种感动，看到他们从小 baby 外婆，嗯，把外婆从小小宝宝刚出生一直到儿女满堂，嗯，然后呢？人的一生，有的一些外婆呀，对呀，从一个小女孩，嗯，变成了最后一个叱咤风云的人物，对，然后又回归平淡，最后就坐在沙发上，对，左手抱着孙子，就毫无对含饴弄孙，真是特别特别，就会觉得哦，然后人生如此，对，然后特有一种由衷由心里来的那种感动，真是。美好极了，你就会有这种感动，就想自己也把自己的东西也来做一做。哎，我这发现一副扑克牌特别好，上面学中文的，我不知道从哪儿。对，唐诗之类的。这不是唐诗，这个多少钱？什么这样特简单的句，通俗易懂，纯粹是给俗人用的。俗人，就是一个俗人。咱不就是俗人吗？都是俗人吗？俗的不行。俗的人才是好。真的，老是假装不俗，其实已经俗的到底。俗到底，假装不俗。对，俗到了都不能再装了的那个程度了。嗯，再装就不俗了。再一装就哑了，其实已经特别特别俗了，整个一俗货。别那么说，咱们呢得给自己，得让自己有点这个信心。信心百倍。真可爱。嗯，看看这些东西真的是很受感。希望能够就这样做自己最舒服最现在是最美好的时间在这个地方，对不对？现在我也觉得是最美好的。对，你这一天你该做的事情尽完了自己的本分，然后有一
对停顿一下，因为再到后面呢，晚上你又得开始另外一个打仗。对，你又得开始打仗了。备课呀，什么这个那个的，好多好多的事情。明天我们没空，星期四我们老师不能空的。对，明天其实就是中午的那个时间。中午的那个时间是我 OK 的。其实我今天把这个课准备好，明天就可以。那你就赶快准备吧。我已经准备好了，我是一半作业一半电影，好，对吧？那咱明天就对对对，明天就好。一到12:45你一下课。而且他们班就是我做。这个的班，不是做卡吗？干净也好收拾。对对对，好，那明天就提前10分钟开始收拾，干干净净。我明天下午他们考试，更不用准备了。那是他们准备，不是我准备，对不对？不是我们准备。考试。对对对，那就对。好的。行。就这样子，一天又过去了。挺舒服，真的，每一分钟对得起自己，这一天就对得起自己，就对了。我昨天早上，早上一起来，我看到我的那个兰花的花蕊，越长越大，真的眼看着那个花蕊花苞就开始长大，然后里面就有红丝丝出来了，就知道它肯定开的是一朵红花，然后马上就拍了个照。哎，你放上去了吗？放上了。我看你。我本来是想写两句，后来就觉得，哎呀，还是不要写。就是，最，你知道，花朵开放，自己养花，最兴奋的时候，并不是花开的时候，对，而是看到那个花蕊。那个花蕊还是小小的时候，你还是有点担心的。对。可是你已经有信心看到它正在茁壮成长了，它必开无疑的时候。哎呦，就看到那个花骨的，昨天我们家那个开始收果子了，收了一个 raspberry。哎呦，那个兴奋的感觉呀！因为你就知道春天来了，就是收成的季节来了，收成的季节就快到了，而且它那些小的都开始。我今天我得放。行。到时候你。所以我觉得自己养花呢，你等了一年多，我那盆花我已经等了一年半了。俏也不争春，只把春来报，待到春花烂漫，待到山花烂漫时，他在丛中笑。哦，太美了！哇哦！其实我觉得这句话写在哪儿吃的呀？这个是？你是说什么？下面的一个。那个吃的披萨，我烤的。你自己烤的？是啊，我女儿做的。哇，她是大厨。哦，对了，她自己的 recipe， 她在学校里拿来的 recipe 自己发面。哇，哦，自己发面。对呀、啊。买的生的那个面还是买的什么？就是生面，就用 yeast 自己揉揉揉。她在哪儿买的 yeast？有一种活的意思。Can we borrow some white, please, ladies? Yes, of course.